特别不好，我觉得他总是喜欢拿袖子擦嘴巴。啊，那他就是不肯吃饭啊。什么青菜他都不爱吃，一天啊要哭五六次。我说你耳朵是不是没了？他说我耳朵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我说那怎么听不见啊？他说我耳朵塞住了。我有时候真的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生气，他不听我的话的时候，很生气的。我给他7分吧，5分，那有8分，我打8分，7分吧，8分。他刚才有在看我讲话吗？没有啊。我喜欢妈妈陪我玩，我放学回家就是要妈妈抱。我喜欢妈妈的口红，就是她的嘴巴可以亲我。头发很漂亮，脸很好玩，那很像棉花糖。妈妈下饭给我吃很辛苦，就是喜欢妈妈，想保护她。妈妈变老了，我会伤心，我会忘怀想妈妈的。不好意思。十分是满分的话，我给妈妈10分，十分，打10分，我打1万分。突然觉得好惭愧啊。妈妈，喂，你给妈妈打10分。我要亲亲你吧，哎呀，亲亲你吧，我的好妈妈。哇！爱不爱爸爸？爱吗？